BJ 最后一条命，陈冠希手上有四条命，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战啊！韩国 BJ 最后一条命了，这一币来打四币来争夺最后的冠军，冠军700啊，亚军600。这个游戏是有晕点的，游戏是有晕点的，但是很难打晕啊。谁容易打晕啊？你像大门啊，容易打晕，容易把人家打晕。陈冠希现在是四个赛点，韩国 BJ 只有一条命，他能赢吗？他的不知火舞再次发起进攻，陈老师。四个赛点想输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输啊，对面掌握先手拿下不住火舞了，看来 BJ 要拿下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币冠。还有谁？只剩下一个爆八了啊，爆德八神对战对面的两管血不住火舞三气资源，现在八神不能路破绽出强反，用了强反之后再也没有保命的机会了，打球证好，这里完了，陈老师又挨臭了，现在压一个中段投机，打完之后刷打对象，八神危险了，跳中脚之后下台没投到，抱歉给他加 buff 了，空投啊，